首先呢，紫色一穿上去就活泼朝气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它呢是全部大坦的，还有没有看到完全透肤？有没有看到后面的墙？好，不用担心它热，夏天呢确实需要这种打底衫跟罩衫，因为呢好怕晒黑。好，剧院呢一样推出连帽，帽子是真的可以戴，好，可能拍照需求等等之类的。袖长的部分一样是做像跟外套一样的，比较偏长一点点，在手中间的袖长。中间还做了一个小缩口，但不会有负担，就是让简单的外套可以有一点点造型。好，再来呢，拉链式的，它真的做得像一件帽 T 哦。好，基本上呢，什么时候会拉？天气冷的时候才会拉。还有我们家的拉链是非常非常好拉的，整件呢这个啊拉起来其实可以当上衣，就是有点 oversize 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我们一样是做比较宽大的这个，就这边夹口，让大家夏天比较热、比较紧、比较不舒服。好，这个白色呢，我们家的白色一向以来都是很漂亮的白，然后也很推荐大家的白。我觉得白色都很适合，你看像这样子，像这种外套真的很需要，因为有时候穿腻了一般比较制式的针织外套，或者是牛仔外套，或者是衬衫，我觉得要来一点不一样的。